那各位先大家早安，因为大家应该也是冒雨前来，还好今天的雨不是那么的大，所以过来应该还蛮 OK 的，不至于说让自己的心情变很糟。好，然后各位不要太担心，我们今天课程会太生硬，因为在场其实大部分都是营造场居多。那前半部我还是会先稍微带一下我们这一期的专案内容，就是今年的专案内容里面比较跟行政检测有关的应用部分，跟 3DGS 图台的展示，所以各位前面部分可以比较放轻松一点，但是后半部呢是跟竣工上脚还有法规样板比较有相关的部分。那对各位来说，因为我们今年这一次的教育训练内容之所以会把它放在就是跟工程厂商做介绍，原因是因为是北市府今年已经全面推动，就是建造部分是公共工程全部都是全面送无纸化送件嘛，所以你们在做无纸化送件的时候，建造科就会要求你们一定要做行政检测。那技术检测的话，是因为工程科这边有配合资讯室，然后有要求工来厂商跟就是营造厂部分，根据我们的竣工上脚作业规范，去制作一份你们的建物模型。那建物模型上脚到我们的平台上，就是我们的竣工上脚平台。所以这边等下这是后半部的课程会讲的，那我前半部的课程介绍的东西会比较简单一点，对你们来说会比较得心应手，因为就是一个网站的操作而已。好，那各位应该等一下画面都要借我，所以你们就不会再动手了，就是要看你们的前面的萤幕或者看我前面的萤幕就可以了。好，那各位就先把萤幕借我一下。好，首先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行政检测的一些基本内容。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讲行政检测里面它包含哪些东西。那因为啊，今天的有几位也是事务所的应该说同业啦，所以你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可能会不没那么的生疏，因为其实这份东西你们应该都有看过了，所以对这个还蛮熟悉的。那我就稍微带过一下。这边的话有分各种颜色的字体，那粗黑的部分就是黑色的项目部分是我们所有行政检测里面的大项，所以总共有这十大项内容。那蓝色的部分就是小项目的蓝色字体部分，是你要去做绘制现况实测图上角之后就会出现的项目。那绿色字体部分是上角一楼平面图，红色部分是最简单的，你只要到我们的网站上去新增完一些地号啊，或者你的案件基本资料，就可以产生红色的这些资料可以做参考。那紫色部分的话是跟建管系统里面做借接，所以就会比如说像环评啊、交评啊这些报告，就会提供给环保局跟交通局他们去做会办的内容借接。好，所以这些是我们行政检测里面相关的带到的内容。那首先呢，先讲一下为什么很多人就像事务所就会跟我说啊，为什么新北没有这一块，但是台北却有？但是新北那边现在在做技术检测，那为什么台北又没有？那这就是双北之间的应该说行政流程部分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之所以台北可以先做完行政检测的原因，是因为台北它有丰富的 GIS 图资，所以 GIS 图资它可以进阶应用在这上面。所以我们只要让事务所这边去做申请机的动作，那把所有台北市政府拥有的丰富的图资套叠在一起之后，它就可以产生一份完整的行政检测报告，就像右边这一块一样。这个其实就是行政检测报告里面内容产生出来的 PDF 档，所以你们在做检测的时候，依照这些内容，其实你还没有做任何的 CAD 图上角之前，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资料。所以有事务所都跟我说，哎，那这样好像比我平常在做规划之前，我要先了解这宗基地的状况还要容易多了，因为我可能还要去查相关的规定。可是我如果假设我先上来你们的平台上，先做完这件事情，我就一目了然知道这栋基地相关会就涉及的
身体管制内容啊，或者是这块基地里面的坚壁容积等等的规定。所以这份行政检报告对你们来说应该会还蛮上手的。好，那些我刚刚提到申请管制查询嘛，那其实我们因为毕竟申请管制查询还蛮容易就可以查到的，应该说在台北市政府，我们希望让民众或者让事务所这边可以很轻松的查到我相关的申请管制规定，所以并不用就是你一定要去新增完案件才能查到申请管制，在我们的最外层你还没有做任何登入之前，你就可以做申请管制查询。所以比如说我像我查这个啊，我是查万华青年二小18-12这个地号，那我查完之后呢，上半部就会出现这个地号所在位置的申请管制规定，那下半部呢就会帮你列出来300公尺范围内的相关申请管制规定。好，那这里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第一个你可以省下找文件的时间，找相关规定的时间，第二个这边有一个会审单位，这个会审单位是我们今年也做了这个会办的部分，会根据你这些资料告诉你说，哎，那你这些资料要记得去会办哪些单位哦。那监管处，因为这个资料是借接自监管系统的，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哎，怎么好像跟我认定中有点出入的话，那可能就以建造科跟或者监管处那边给你的为主，你就根据他提供你那些会办机关的单位去做会办。那我们现在的话，只要他们那边就是有工程，应该说目前今年是公共工程的案，他如果去申办完之后，他会自动从监管系统那边去做会办作业，所以其他府内机关，他都需要会办的机关，他可以使用他们各局处专属的账号进来我们的系统去做会审作业，所以他们进来看的话，就会看到你当初从建造科那边上缴上来的 PDF 档，那他们就可以根据你的 PDF 档去做会办作业，然后填写你的审查意见，那再回复给回复给建造科，那他知道说，哎，这个东西，我们事务所已经来跟我会办过，那当然事务所也会收到一份通知，所以这个是申请管制跟会办的部分。那再来的话是高度管制检测，行政检测这是其中一项。那高度管制检测，相信各位都很清楚，第一个当然就是总统府听命县的管制地区，所以根据这个管制点，然后让你知道，就是说你的基地它限制的高度多少。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航高管制地区，那这也就是机场经线线的位置的范围。那我们也根据这个范围去抓出这个你的自用基地是不是有在这个航高管制地区里面。那根据前面两项，那就会在行政检报报告里面出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会告诉你说，哎，你这块基地它在航高限制的高度有多少，在总统府天气区管制的高度有多少，那让你知道说你的建物可以盖到多高的位置。那再来的话是建筑物高度比限制量体，那这个的话就是你要必须要绘制一楼平面图才能去产生这个高度比限制量体。那一楼平面图的话，我后面会做比较详细的告诉你说分哪些图层。那这个是我们拿举光的那一块基地，它可以有产生这个是我们系统产生的 PDF 档。那中间这一块橘色，有点黄橘色的这块部分是建筑范围，那旁边这个有点青绿色的，它是整块基地范围。那旁边这边有绿色的，这边绿色的，这个就是建筑整圈，应该说外面整圈是建筑线。那前面这个是前面基地线，有没有看到这个灰灰的，跟那个白白不太一样？这个灰灰的部分，还有这里，这是事务所他们在画的时候缴上来的已开辟计划道路的部分。那再来咖啡色的部分就是道路中心线。所以像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根据事务所上缴上来的 CAD 档，会产生这份档案给你们，做参考跟或者你要印出来也可以。好，那这是一楼平面图部分。那根据刚刚那份档案，我们就会去产生你的前院、后院、侧院的消线，然后就会帮你产生一个高度比限制量体。那这个就是先把你的基地范围整个直接直线拉高，还没有做消线以前就长这样。所以如果根据你的前院跟侧院、后院跟侧院
产生完之后，右边这个就是你最后可以绘制建物模型的空间量体，所以它就是就像台东市政府称的那个金钟罩的意思。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去把它套在你的建物模型里面，知道你的建物里面是不是有哪里画超出啦，或者高度是不是超过了，这个就是提供你参考的地方。好，那前面都是比较粗略的介绍，那后面这边我会比较详细的介绍我们关于行政检测怎么让它跑出这份行政检测报告。好，首先呢，这是我们已经开发了至少今年的专案是第三年啦，所以这个是台北市无纸化云端服务平台有用过的举个手，我看一下，就是我今天还没有讲之前已经用过了，对，因为我只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所以应该只有他看有用过而已。好，那这个的话我们上面的网址等一下我会直接秀给你们看，所以现在先不用急着抄，没关系。好，这是我们的无纸化云端服务平台，右上角有一个登入。那这边登入的话呢，因为在座不是营造厂，就是我们局里面的同仁，那有少数几位是事务所的同仁同就是先进。那这边的话可能对事务所来说会比较方便一些些，那对营造厂来说可能会有点卡卡的，因为呢我们的角色里面啊，目前是直接接建管系统的申请的事务所的账号，所以如果事务所他们进来我们的系统使用的时候，你只要直接用你那一组申请建造那一组账号密码，你就可以做我们的登录我们的系统。那事务所进来的话，就帮我选设计者这个角色。那你就你太不友善吧？我今天不是事务所，或者是局内同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这样太不公平了吧？好，所以不用紧张。我们呢，因为有一个一般民众的角色可以登进来，所以如果营造厂你们要用的话，你们可以到玛丽资讯的那个建管系统里面去申请一个一般民众的角色，他的账号登进来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平台。那局里的六颗同仁更不用担心，如果我们完全没有给你们账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被局长给杀了，没有啦，就是我们有开发给六颗同仁，就是局内同仁在使用，就是这政府机关。那我们三月份的时候有做过一批教育训练，我就说那个局里的人啊，就帮我用政府机关角色登录就好了。然后他说那账号是什么哈？我说账号账号就是你的开机密码。他说太好了，我从来不记账号的，因为我只记密码而已，而且密码一段时间就要更换一次，所以你问我账号我哪栽啊。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我也没办法帮你，因为我没有办法帮你申出你的账号。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没关系，今天在座的各位啊，我都有先帮你们准备我们的一个测试账号，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直接用我们的测试账号进去玩就好了。好，所以这个是稍微给各位知道一下。那你说你讲那么多，我怎么知道你刚刚讲的监管系统是沙拉哥啊？我不是事务所，我没用过，我怎么会知道？好，所以呢我先稍微介绍一下，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系统，它是事务所们在申请建造的时候一定会使用的建造无纸化申请。好，那这边的话账号密码就我刚刚说的，事务所的话就直接用账号，这组账号密码就可以做登入，只是记得角色要帮我选设计者。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帮我点右上角的账号申请。这边本来以前啊，玛丽资讯他们在开发的时候，他们就只有限定建筑师跟专业技师可以申请账号而已，但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上就太多的教育训练了，我就说这样不太合理因为我们在上教育训练的时候又不是只有事务所，更不是只有技师啊，所以我们就拜托他帮我们开了一个东西叫一般民众。所以如果你们在这边帮我选一般民众的账号申请还蛮快的，五分钟以内就会申请完了，所以如果你们等一下如果下课时间有空的话，可以去申请一下，那玩玩看这个系统。好，那这个是建筑执照申请文件。那因为啊，他们这个系统对建造科来说，他们也是叫无纸化系统，所以只要这个建管处的资讯室或者建造科接到电话，
明那个事务所问说，哎，我要问那个无纸化系统，嘿，这时候电话就会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但是他跟我讲了一堆之后，我想想不对啊，他讲的内容里面好像都不是我们家系统的东西呢。那我就只好跟他说，不好意思啊，你是不是要申请建造啊？他说，嘿啊，对啊，他们跟我说找你啊。我说不是哎，那个监管处的无纸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是玛丽资讯哎，跟我们家公共工程资讯学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然后他就说，哈，那他说干嘛给我转来这里？我说因为他听到三个字无纸化，他就把电话转给我了。所以常常就是事务所会跟我说，我常常接到事务的电话，我说不好意思啊，那个系统上面有电话，我再麻烦你帮我打一下这个。我就会跟他说，你看一下你的左下角啊，他有电话哎、欸，他说我再打回去那个监管资讯室，所以我还蛮常接到这类电话的。好，那再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如果登入我们系统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做新增案件。那我刚好说，如果你要查申请管制内容，就不用去新增案件没关系，你在外面就可以做查询了。那我现在讲的部分是行政检测的部分，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帮我新增案件。那新增案件的话，你需要去输入这些基本资料。你看这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单位，其实对你来说一点难度都没有，就随便填一填就好了。名字、案件名称，但你要取一个你看得懂的。像之前我们在教育训练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我说哎，你们要取一个就是名称比较不一样，因为在场有三四十个人。然后如果你们取的名称都是取比如说今天日期0615，好，很好，太精彩了，等一下新增完案件之后大家来找自己的案件完全找不出来。于是我就说，哎，你要取一个特别的名字。就有人因为可能时间接近中午了，他就给我取便当、自助餐、花椰菜，给我取了一堆奇怪的名字。然后我看到之后就，因为其实大家学员们都用同一组账号嘛，所以登进去一看就看到一排就是食物的名字这样。然后就哇，大家好厉害啊，我说要特别一点，就给我的超特别的名字。好，所以你们等一下如果要进去玩的话，记得要找一个自己觉得 OK 的名字，那要这么有趣也 OK 啊。嘿，还有人给我打9487的，好好，真的是很帅气。好，那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下面这个第几第号部分，这个是间接是都发局四科的资料，他们的土地使用分区。所以如果你在上面帮我打完行政区，还有选择完地号之后，它会自动帮你带出这个地号它所属的土地使用分区是什么，所以这一块是比较重要的。好，那下面这个呢，是你到底要不要做技术检测部分。如果你今天只想先完成行政检测，那你就选凤。那如果你想要也一并把技术检测的数字参数也拉进来的话，就选是。那技术检测下面还有一些数值需要做填写，我就先不多说，我先做行政检测的部分。好，那新增完基本资料之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去做绘制 CAD 档的部分。但是你要做绘制 CAD 档之前，嘿，我们组友善事业有没有哈，都帮你先预想好了。如果你要做上缴的话，因为我刚好说台北市拥有丰富的 GIS 图资，所以当然要善用它。所以我们在新增完案件之后，你要先去做一件事情，就先帮我产生基地范围。等一下我会操作给各位看，不要担心哈。产生基地范围完之后，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这个页签是基地范围下载，因为字有点小，所以我念给各位听。基地范围下载这边呢，你这里一开始它不是长这样，一开始它是请未产生基地范围图，所以你就点它完之后，大概约略等个5到10分钟，它就会变成下载基地范围。好，那我刚刚说为什么是跟 GIS 图纸有关？这个 CAD 档它下载下来的时候是 CAD 档，所以它会帮你带了这个基地范围里面相关的图资，所以它的坐标也是属于台北市范围里面的坐标，所以你要画的图层，你也帮我们帮你先写好了，所以你只要直接画在这个档案上面，完全直接做上缴，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基地直接套在台北市地图上面，所以我们才能去产生刚刚所说的高度比限制量体，因为我才知道你这个位置嘛。才知道你的这个位置相关的前后院高度啊，或者申请管制的相关内容等等的，所以这个 CAD 档记得要好好的善用它。
好，那上面的话，我们还是有分，就是各个这种各种版本给各位做选择。好，那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是你当初输入这块基地的地号，旁边呢可以看到所有的相关的道路啊，或者林地的使用情形啊，那也甚至也告诉你，哎，你旁边路宽是多少啊？好，那之前像比如说，事务所在跟我说，哎啊，你们下载下来就一条蓝色的出处的线，就是 CAD 档打开之后就是黑底，然后一条一个范围就蓝色的线，就这样哎，什么都没有哎。然后我说不要紧张嘛，因为你要画之前，你一定想要知道它的地级，对不对？那地级不好意思啊，我们那个地级建材就是要收费的，所以我们没办法提供给你啊。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把这个 PDF 档下载下来去套在 CAD 下面画也 OK， 但是呢最好还是申请一下地级去套会比较方便一点。好，那这个东西，这个元件之所以，人家说这个画面之所以能跑出来，是因为我们用那个 Bentley 的元件，但是 Bentley 的元件有点难搞，没有，有点机车，有点不配合，不是，就是他们有点，他只吃 IE 的浏览器，所以我们的系统，因为系统目前都是用比较新的语法做开发的，所以我们的系统建议各位还是用 Chrome 浏览器开，会比较友善一点，就是不会有跑板的问题。那如果用 IE 开的话，就是它显示的会怪怪的，你可能会想说，哎，我怎么找不到账号密码，要打在哪里啊？因为它的位置会跑掉。可是这个向量图啊，因为是 Bentley， 它又只吃 IE， 所以如果我应该都不排除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会被抗议，你们怎么那么鸟啊？为什么居然 Chrome 浏览器看不到这个东西？Hey， 所以我们又想了一个，就我们工程师又想了一个变通的方式，干脆呢就把这个画面啊程制成 PDF 档，所以它就可以显示在浏览器上。所以如果要直接下载这个 PDF 档，可能就没办法放在 CAD 里面做套叠，可能就会跑的解析度超奇怪的。所以如果假设真的想要看这个 CAD 档部分的话，你还是哎，就是要看这个元件的画面的话，你还是用 IE。不过没关系，无论是用 IE 还是 Chrome 浏览器，上面这个下载啊，都是会正常运作的，所以不用担心，你都可以下载到档案。好，那我刚刚讲了，那你已经承认基地范围了，那接下来就是要做上角 CAD 档的部分。那为什么要上角 CAD 档呢？第一件事情，因为我根据你的现况实测图，我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说，哎，你的这个地级相关的项目有哪些？申请管制项目有哪些？还有我刚刚说的高度限制有多少高度？那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定，还有这个地号附近的都市计划，都会一并告诉你。所以我们必须要你去上缴这个现况实测图，是因为这些项目化产生出来给你。好，那现况实测图它在做上缴之前，画面应该会长这样。在我还没有做任何上缴之前，你看这个上传是不是零嘛？所以我刚好说，其实你没有做上缴的话，其实基本资料都已经帮你带完了，都全部有秀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直接去做参考。那全部的项目有这么多，超多项目的，所以我记得印出来的话，至少有三页的 A4 到四页的 A4， 所以项目大家可以去有空可以去稍微看一下有哪些项目。好。那现况实测图的图层有这些，所以还有就还包含哦，对我刚刚少讲了，还有包含林地使用情形也会告诉你，所以现况实测图它长怎样，然后需要画哪些东西呢？好，这六项呢，就是你的现况实测图需要做绘制的图层。那第一个基地线，你当然不用画，因为我刚好说啊，你产生的 CAD 档上面就只有一个东西，就是基地范围，所以你的基地线是不用做绘制的。那下面这五项。需要做绘制，那我相信如果操作习惯 CAD 的话，画这些对你来说是真的一点困难都没有啊。然后有些又没有未开辟的，有些可能也没有现有项的，那我可能就只要画这三个就可以交卷了。所以有时候比较方便一点的话，像这个，这是前年有一家事务所在送建造的时候，他送了这个基地进来，那因为我发现，哎，他这种基地。好方正哦，所以我就跟他说，哎，你这个可以借我当教育训练的那个内容吗？所以他就借我这个图档。好，那这里啊，
我刚刚说的粗的蓝色线就是基地线，所以这个基地范围是 K 的脑板就会下来下来就会产生给你的。好，那前面这个水蓝色的线呢，它是前面基地线，在这下面其实还有一段红的，就是这段，它是间读线。好，那旁边这两个，一个比较宽的，这应该是15米的，这应该是8米的，这两个是已开辟计划道路，所以像这样，其实我就已经完成线框12图的绘制了，所以这样我就可以去做上角了。那通常这个时间花不到事务所太多的时间，应该他们反应起来画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一点困难都没有。好，那这样就画制完了。那我再来讲一下一楼平面图的部分。一楼平面图其实跟线框12图比前面多了四个东西，那根据这四个东西我可以去另外跑出几项检测，包含了消防车的车道宽度是不是在法规范围内，还有车道入口位置是不是正确的，那停车位的数量啊等等的，这是车道入口的部分。再来我会帮你看一下你的最小基地规模，然后看帮你判断是不是会产生基林地的部分。好，那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台中市政府那个金钟罩啊，就是高度比线的量体，所以根据一楼平面图就可以产生以上内容给你。那我刚好说啊，它比前面的线框多了四个东西，就是右边这四个道路中心线跟建筑面积跟消防救灾还有车道破口部分。好，那这里的话我先稍微跟各位强调一下，因为公宅的部分它有一些是属于统包案，所以以后可能啊营造厂也会需要知道一下行政检测的内容，所以我稍微再提醒一下各位，因为长期使用退的党人可能会比较了解什么叫封闭。那营造厂部分的话也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我们这里啊所有跟聚合线有关的图层在绘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让它封闭。有人跟我说奇怪了，这个 KIT 这个软体它真的很奇妙，它明明上面跟我说已经封闭了，比如说我可能画一个四边形好了，我可能不是直接拉一个正方形，也不是直接拉矩形，我是用线画一个四边形，那最后一道回去的时候它不是会自己粘回去那个起始点上吗？如果你用这样自己粘回去，就是用滑鼠靠近它粘回去的话，对 KIT 软体来说它是没有封闭的，因为它就是很笨，它一定要认 C 这个指令它才会封闭。那所以常常有之前有做行政检测的事务所打来跟我说啊，我明明就封闭啦，它怎么上两段就跟我说我也封闭，那结论都大部分都是因为这样。所以通常啊他图的图档会给我的话，我去把它那一段删掉再画一次，然后按最后一道按 C 回去，嘿，它就封闭了。所以各位提醒一下，就是记得，KIT 的软体是很笨的，因为它毕竟也是人写的嘛，所以它还是比较认得那个指令的部分。好，那右边这个就是它的绘制图层，它又画完之后会长这样。前面刚刚讲过，我就不赘述了。我讲一下，刚刚讲了四个，第一个建筑面积就是紫色的这一块是它这一块基地的建筑面积。好，那再来还有消防救灾空间，就是这个红色部分。再来还有车道破口，所以它画在这里。那再加上道路中心线，咖啡色的这个。好，所以这样就等于画完一个一楼平面图。好，那这样做完上条之后，就会产生高度比线质量体给你的。好，以上呢是关于上角一线框12图跟一楼平面图和 CAD 的部分。那今年呢，应该说去年开始，建造科这边有希望我们帮他们做一点数据分析的东西，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叫做建造常见缺失。那也给各位做参考，因为你们在做送造之前，因为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如果你在做送建造的时候，通常如果你送纸本建造审核下来到发招给你，我估计大概3到6个月的时间，有印象吧？各位应该对这个数字不太意外。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建造科的各个承办，因为每个脑袋里面放的法规，对法规的理解度也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针对你的这个点，这个可能这个缺失或者这个不符项目写的内容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今天送的是 A 承办，明年送的是 B 承办，吼，这个你可能完全没有搭上线的关系，你根本不知道你的不符项目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根据就是他们提供给我们，他说哎，他不然你们帮我们想一个方法好了，让事务所啊在送照以前就可以先避免掉这个状况，就是不要发生类似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历年，就应该说去103、104、105这三年的案子，所有的承办写的洋洋洒洒的很多内容哦，然后我们请工程师帮我们把它分类，分类出就是该有的项目大项，那后面的细项内容当然就是他们自己，因为而且还是他们手写的哦，我们还想办法让它变成就是弄到，就请那个玛丽资讯那边先帮我们先把它弄进资料库里面，那根据资料库里面资料，我们再把它做重新归纳整理，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个建造产业缺失，可以给各位先提前做参考的地方。好，那等一下各位给我看行政点的报告里面啊，在最下面这边会有一个项目叫做建造产业缺失，那点后面的查阅就可以去看到它相关的，它基地位置附近真的有出现常见缺失的案件。好，那它就会长这样，小房子这个黄色的小房子部分就是这个基地位置，所以他会去找他300公尺范围内有出现的常见缺失案件，所以像这个绿色部分就是行政抽查的部分，所以他就可以帮你写统计出来的资料，就包含有这些项目啊、走廊通道啊、或者安全梯啊、还有防火区划、通风采光跟图说的常犯错误。那帮你统计出来之后，哎，你就可以先去看原来这个基地附近可能会有这些错误出现，那我可以提前去避免掉不要发生这些状况，那我就可以节省一些送照的时等待发照的时间。好，那这是行政抽查部分，里面还有包含技术验收，所以等一下可以 去点点看。好，那如果真的只有就是哎，那我这台基地可以查，那我不能，我还没有做行政案件之前我不能查吗？可以，所以我也帮你开发了这个地图查询的功能，所以你可以直接开出来去做地图的查询，右上角那个放大镜点下去之后，它可以去搜寻地号，那这个是所有的粉红色跟绿色的点，就是包含行政抽查跟技术抽查的部分。绿色部分就是行政验收，所以行政验收的错误会帮你列在上面。那粉红色的部分的话是我讲错了，绿色的部分是行政验收技术抽查，红色的部分是行政验收，所以它会帮你列出它的错误的项目。好，那右上角的地号搜寻的话，搜寻出来会告诉你这个你搜寻的地号附近出现的错误，像这个地号啊，它出现它附近的错误就还蛮多的，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去查看看。好，那这个地号你从这个小房子点它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个清单，最下面这里有一个建造常见缺失300公尺范围内，点完之后就会出现这个圈圈。好，那这里就有一样的意思，你可以针对这个粉红色跟绿色的点点去看你的缺失内容有哪些，所以像这个我点完之后，这个300公尺范围内 的案件它会帮我做统计出来，所以上面是技术抽查的统计出来的结果，那下面是行政验收的抽查结果。好，那这个就可以提供你们去做参考，避免就是在被承办人抓到啊，又要去修改东修改西的，然后把时间拉长了。好，那这到前面这边为止呢，是关于建造常见缺失的部分。那我们的行政检测大概就到这边。那这里还我会稍微讲一下，就这个部分是因为这个我们在做行政检测的时候，你通常做完行政检测，接下来你就去送建造嘛。可是，在送建造之前，你可能会先等，比如说，如果你有督审，你就要等督审的结果；如果你有督更，你就要等督更的结果再去送建造。所以这里啊，我们提供一个功能，就让你可以去把你的督更督审的案件绑定在一起。所以这里，如果你去申请完建造啊，申请完督更督审之后，可以去做绑定案件。那你说为什么绑定案件？
其实旁听案件的目的只是在提醒你，像这个紫色的字，一开始如果你没有去做绑定案件的时候，你只会看到上面这个黑色的字体。那如果你绑定完之后呢，会帮你带出这个紫色的字，提醒你说，哎，你当初在送都社的时候的建币是这样，那你当初在送都社的时候法定容积是这样。那像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了，我们帮你系统上帮你算出来的基地面积是3507点多，但实际上啊，都社的时候我给你的建地面积却是3491.68，所以这时候到时候你在申，就是应该说你要登记的时候，你的誊本上你要记得看一下你的数字到底是以哪一个为准。所以我刚刚说绑定案件的目的是在提醒你的原因就是这样，根据这些紫色字告诉你说，哎，你要注意一下哦，有些数字是不太一样的。好，那这是前端的部分，那我会给你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你们回来的时候可以帮我试一下这个系统。那我提供的测试账号密码就是这一组测试账号密码。那现在是10:06的时候，我等一下会给你们休息10分钟的时间。那我要先问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发现啊，这个不能录进去。我刚刚发现有人签完名之后，那我给各位休息到18分好了，休息到18分，那等一下我就会把后面还给你们，那你们可以先休息一下。画面借我一下哦。好，这个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无纸化云端服务平台。好，那问一下各位，这两个长得哪里不一样？有发现吗？哎，网址不一样。好，我要跟这位强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啊？原因，我特别提醒这一点，原因是因为有人跟我说，哎，你的网站怎么登不进去啊？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我这边登多正常啊，怎么会登不进去呢？啊，原来啊，就是因为网址不一样。哪里网址不一样呢？这里多了 HTTPS， 那这个呢是没有的。那这个的话，你要登的话就登不进去。就无论你再怎么试，就永远登不进去，就会一直出现这里。好，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啊，资讯局规定我们就是所有的网址一定要用 HTTPS。那有人呢就把我们这个没有 HTTPS 的网址直接加到我的最爱去了，所以他每次习惯性动作就是打开我的最爱，哎，一点就发现，哎，怎么登不进去呢？好，原因就是因为 HTTPS。好，所以提醒各位一下，我怕各位以后也会。打来电话就说，哎，那个林小姐，那个你们网站要登不进去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啊，刚刚忘记讲要找我的电话，这里这支电话就会找到我。哎，大家那个，我发现大家很可爱哈，你们的电脑萤幕不是被我切换过来了吗？对吧？然后我发现大家动作是在找这里，不用那么辛苦啦，你们的萤幕就是的，好吧？这边这里有我的电话，打这一支就会找到我了。好，那有时候接起来可能是男生的声音，你不要以为你打错电话哈，因为这支电话是资讯室主任的电话，他会比我抢先接起电话，我总不能跟他说，主任你都不要接，我接就好了。但是不行啊，那个长官们打来电话都是找他的，如果我先接起来说，哎，不好意思，你等一下，我找主任，哎，要丢给主任。所以通常主任会先接起来，如果接到男生的声音，请不要惊慌，你就说我要找林小姐就好了。好，这个就是我的网站，那上面这个右上角登录进去。那刚刚如果假设各位动作快的话，应该有去申请了账号，你就可以去使用你刚刚申请的那组账号做登录。那如果不幸还没申请，动作没有这么快也没关系，刚刚我给的那组测试账号，我等一下会再秀一次给各位看。那这边的话，千万不要等一下跟我一样打同一组验证码，因为你的验证码绝对跟我不同哈。好，
打完之后做登录，它就会登到我们的系统里面来。那我刚好说这一组是测试账号，所以它上面会出现我们家的名字。好，刚刚讲的那个行政检测在这边，基地辅助查核这里，它有一个辅助检测。那这里啊，大部分是我的测试案件，就是我进去玩的一个案件，我就把它留在这里。所以各位如果等一下还先不要，就是也你如果还没有动作那么快，想去做行政检测案件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去直接点这个来看。像我这个我就说啦，你在还没有产生记忆范围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请你要去产生记忆范围图。所以点完之后，它就会像这个一样，就会出现哎，给你下载记忆范围。所以这样就算是已经产生完，你就可以去下载。那我刚刚说了，点它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画面，就是这个下载画面。那下面这个先等它一下下，我们先看上面这边。刚好提到有提供各种版本的档案给你做下载，所以如果你我直接选这个，我没有要在这里画，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哈，我不想花这个时间在这边。好，下载完之后，这个档案你就可以去直接绘制，那上面就会像我刚刚前面秀的那些档案一样。那我这给他一下时间，我等一下给各位看我说的那个档案的画面的部分。好，那我在还没有做任何档案上缴之前，我就可以到这个页签行政检测这个页签去看它的一些详细的资料。所以你看，像我还没有做任何上缴，就会有这些资料可以提供我做参考。那刚好提到的这个朝天缺失在这里，还有交评啊、环评啊，跟相关的会办事项啊，或者是适合心啊、住片商啊等等的规定，建壁容积，等一下各位可以去稍微浏览一下。好，那如果我已经做完 CAD 图的上角的时候，它会变怎样？好，它会变这样。这个上角完图档，好，那它就会变成，哎，我找到你的图层有哪些？那你看，这是我上次说的。事务所给我的档案无论怎么样就是未封闭，然后来去帮他查的时候，原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也因为这样然后跟他说了，哦，原来你的未封闭是因为没有按 C。 好，那再来的话呢，他就会去查核你的消防救灾空间、车道破口啊，然后帮你算你的建筑线的宽度、交角等等会不会产生机零地。那这个的话，像这个他就会帮你算出来你的交角是小于60度的，小于60度，所以他，但是它因为这个基地它长得形状有点弧角出现了啦，所以还是得由建造科同仁那边去做确认。好，那这里还有这个高度比限制量体，所以像这个我刚刚说的那个高度比限制量体的空间的话，点后面这个查阅，它就可以去下载这个 DWG 档案，然后去做绘制。所以这个是你们有空可以再去试试看。好，那这是有上缴完图档变这样。那我刚刚说的那个送出审查，就是绑定案件的部分，它在这里送出审查这边，你可以去选择绑定案件。比如说我先选这个好了，好，这个没有资料，那看它有没有，哦，有，好，它有送过督审，所以他送督审的时候，他就会根据这个地号去帮你捞出你有所有送过督审案件的清单出来。那因为我们这边没办法帮你判定说哪一个是你的核定版，所以你们到时候给你们清单完之后，你可以去勾选案件，你把你的那个核定的那个版本做绑定完，它就会出现我刚刚前面说的那个紫色的提醒的文字出现。好，那这些的话就是我们的刚刚提及的那个行政检测的部分。好，那跟各位稍微再提醒一下，右上角这里有一个新增检测案件，点它之后就会这个不生疏啊，刚刚看过了，你去输入名称、输入类型、建物高度、建筑面积、楼地板面积，输入完之后去输入地号。那这里的话，这里一定要按照顺序帮我输入完哦，因为不然它无法帮你抓到正确的基地。哎，这就是地号资料。好，像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去选，比如说我随便乱选哦。好，
好像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抓到它的道路。哎，怎么那么刚好学到道路用地哈？它的土地使用分区是属于哪一个使用分区的？它帮你自己带进来。那全部你如果有十个地号，那你就把全部的十个地号加完之后，去按新增，它就会新增这个案件进去。好，那给各位看一下技术检测的清单部分。点视之后，它会出现以上这些清单要去做填写。所以像去年度有三星段、举光段，还有今年度的瑞光公宅跟广慈，还有好有几个我已经忘记了。好，这几个公宅呢，他们都有来做这个技术检测，所以他们行政检测也做，技术检测也做了，所以这个的话，他们就会去做新增案件。好，那这些动作完之后，按新增就会回来，就可以回来你的这个清单里面，就会找到你的案件了。好，那我先给各位，现在是给你们玩十分钟，去看一下这些案件资料。那你也可以去新增案件，都可以去试玩看看。给各位十分钟的时间，到三十七分好了。那你有问题你就举个手，我就会过去帮你看。是如果你们回去公司里面或者回去局里面，可能会想说，哎，那我网址背不起来，那一堆英文我怎么会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局里面的人可能还好，还会背得起来都发局的网址吧。但是对于营造厂或者事务所来说，其实你们只要开 Google 网页，然后直接去搜寻台北市五指化，就会搜寻得到我的网址。好，那这次稍微提一下。好，那先把画面借给我一下哦。好，画面先借我一下，因为我要讲一下后面的东西。好，这里呢，我们今年度比较重点的部分是在 3D 地图导览，就是 3DGIS 图台，所以我会稍微跟各位先也说明一下这部分，然后也会给各位去看。刚刚行政检测的部分啊，因为它需产生基地范围需要时间，那因为都发局那边有三台工作站，它会轮流产生你们的档案，所以大概等的时间，我们估计大概就是5分钟到10分钟，应该就会跑得出来。那如果发现这个时间我已经等了半小时了，它还没有出现，这时候怎么办？找他哇，不要这样，找了自己的电脑还要买新的，还要花钱哈。如果等了半小时都还没出现东西的时候，赶快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死，你就跟我说你死定了，我的行政检测跑不出来。好，我就会赶快帮你处理了。好，没有，我开玩笑，不要这样对我，我会害怕。好，这里是 3D 地图的部分。第一个，刚刚有说到，因为都发局呢，它有应该说台北市有丰富的图资，所以如果单独把这些图资弄成平面的 2D 的话，通常我们可能会觉得哈，我已经看腻了，就只有 2D 的，一点都不有趣。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弄成立体的，让你看起来会比较感觉比较身临其境一点。因为最近不是很流行 VR 跟 AR 吗？所以我们就把它先从这些基本的 2D 的东西先转成 3D 的，所以就会产生这个像右边这个图台，这个就是我们的图台的一进去看到的画面。当然我有故意挑了一个就是台北市的代表建物嘛，就是嘿，有人认不出来这是什么啊？嘿啊，对啊，101啊，好，认得出来哦。好，所以这是台北市的 3DGIS 图台。好，第一个要怎么进去呢？刚刚各位应该有发现，哎，我刚刚只有讲辅助检测，其实眼睛如果好一点的，有发现的话，有发现下面有多两个东西，一个叫常见缺失查询，一个叫 3D 地图浏览。所以 3D 地图浏览进去就是我刚刚现在接下来要讲的 3DGIS 图台。好，所以等一下会开给各位看。好，再来这个是一开始点进来的图台的位置，它会定位在台北市政府的位置。有人看得出来台北市政府在哪里吗？哎，对，这个。
所以一开始点进来的图台会定位在这边，就这个图幅上面。那右边我要讲的就是右边这些功能的介绍，因为这是今年度开发的专案内容，所以主要就是要讲这部分的应用跟图台的介绍。然后第一个是基本图层的部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项目去做开图层的开关，那直接点了它就会有反应，你不用说点了之后再去按确认或者怎么样的，所以直接打勾它们，像这样它就会产生，就直接秀出来在图面上给你看。那我这里特别框了一个东西叫建物透明度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框的就是把这些全部的图层都打开了，有一些东西会被建筑物挡住，你可能看不太清楚，所以我这边先帮各位就是先调低了这个透明度，那它就会变成像这样，调低透明度之后建物都变有点透明的，就比较看得出来你的建物后方的，比如说可能地名，比如说可能地标，或者建物后方的土地使用分区。好，这里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蓝色字体的部分，就是前面写的国宅位置的位置图，那建物那就是这些灰灰白白，这些就是建物。下面地表这个颜色就是土地使用分区的颜色，这个有被我打花过，因为我把它拉近，然后我的简报档有点爆炸大，所以它有被我压缩过了，所以看起来糊糊的，等一下直接看图才会比较清楚。好，那这个有没有看到这建物上有一坨黄黄很像大便的东西，这个黄黄的吗？那不是大便啊，那是地标哈，那是因为被我打马赛克就变这样，那是地标。好，那其他的东西的话，等一下各位直接操作会比较清楚一点。那这是基本图层的开关，那基本图层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有人跟我说，你总不能每次我开进来都在台北市政府吧？我难道不能看一下其他地方吗？对，可以。所以我要教你们怎么切换到其他地方去，或者。我不想只看到这样单一一个图幅的话，在基本图层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网格图，在这个位置它叫网格图，你把它打开之后呢，所有的台北市的图幅会全部显示出来，显示出来之后你去点像这个本来都是粉红色的球嘛，你就去点这个球，点完这个球之后它会出现这个对话框，告诉你说哎，你要选择再多套叠这个图幅呢，使我点的套叠它就会变这样，所以你可以一个一个去套上去。那目前以我的电脑来看，我可以套到12个图幅，因为它每一个图幅跑出来，你们看这个建物啊，它是根据地形图去产生的这个建物高度，所以它其实有一点吃你的电脑效能。那我目前试起来，我自己的电脑是12个啦，但是我不确定你们的电脑会，我相信营造厂的电脑应该很好，但是局里的电脑可能就有点可怕哈，先稍微套个2到4个就好了，不然会很恐怖哦，你的文件如果忘记储存就拜拜了哈，所以图台关掉还没关系哦，如果你在正在打的关尾就不见了，就真的 GG 了哈，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冲动，一次啪啪啪啪啪全部套了12个，真的会后悔哦。好，再来的话，这是套叠的部分。好，接下来讲一下切换图幅，像这个我就套了9个，我就把它截图下来给你们看一下。好，那切换的部分一样，先把网格图打开，打开完之后去点球，它就会出现这个，刚刚是讲套叠嘛，那这个就是切换，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切换到别的图幅去，再去套它旁边的做观看就好了。好，所以这是网格图的套叠跟切换。再来是申请管制图层，申请管制图层哦，这个是有够多的啊，都发局里面啊相关的管制规定有很多很多，包含文字数目，包含都市计划，包含山线区啊、山坡地啊、航空管制范围啊等等，叭叭叭一堆。所以如果你全部打开的时候啊，其实它会全部套在一起，你根本看不出来。所以记得就是你想要看哪一个项目，你就点哪一个项目看就好了，千万不要从头全部啪卡卡开完就嘿。好，所以我这里选了一个特殊事项的管制范围啊，我开了这些图层之后。显示出来的样子会像这样，
所以其实你们在看的时候，有些范围可能是大范围，比如说航空管制，它就是一个大范围的东西。所以你们如果要看自己的基地的话，点了之后，哎，怎么没有？表示你这块基地可能刚好不在这个管制范围里面，所以你要去拉稍微拉远拉近一下。那怎么拉远拉近呢？等一下我教各位，这个是先给各位看一下我点的这些申请管制的图层，它产生出来的 3DGS 图它会长这样。好，再来是高度管制。刚刚讲过高度管制的话有分两个，一个是中华府天津线，一个是航高管制。所以第一个先讲一下航高管制的部分。我先把航高管制打开的话，它会像这样，跟刚刚那个松山机场金线线的那个一模一样，只是它变立体了。所以它如果拉进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些建物啊，它会超过这个管制范围。那有可能当初还没有被管制到啊，然后或者像这两个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是因为他们只是乌突出去，所以不在管制范围里面。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总统府天津线的部分。总统府天津线的话，我会把各个区域的管制的观看范围看出去，它会长这样。所以我如果挑其中一区来看的话，像这个是景福门，景福门看出去的话，有还蛮多建物跑出来的，像这个左就是上方那一个啊，就有点夸张，它不止乌突出去了，它应该上面有一到两层都出去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当初还没有被总统府天津线管制到的时候就已经盖好了啊，所以它就没有被管制到。好，那这是高度管制图层的部分。再来搜寻相关对地图定位的搜寻，第一个门牌定位，等一下各位可以去看看，就是搜寻看看通。像之前我说，哎，等一下可以去搜寻门牌看看。第一件事情，大家要先搜寻自己的家里，看自己的家在哪里哈、哦。然后我有一次好像我忘记是事务所的还是局里的人，他搜寻完就跟我说，哎，为什么我家长得怪怪的？然后我就说，哎，那可能要看一下地形图上面的那个高度是多少，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跑这样。我们是根据台北市的地形图跑出来的，所以如果怪怪的，嘿，可能要问都发局吧。你地形图是不是哪里怪怪的，或者问公务局看看哈。好，那这个是刚刚说的那个，我搜寻的市府路一段，就是台北市政府，它就会帮你标示出来，哎，你搜寻的地方在这。那他就会帮你直接拉近，你就可以拉近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边，所以等一下可以试试看。好，再来，除了门牌以外，还有一个是地籍定位。地籍的话，当然就是依照你们刚刚如果有新增案件的话，应该都随便输入一个地号，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去搜寻这个地号。那像我的话，我是搜寻中正南海市小八十六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搜寻这个地号耶，哎，就是随便乱搜寻的。好，搜寻出来之后它就会标示成这样。那在这里我再重述一次哦，刚刚我有说那个建筑物会挡到，所以像这个其实我一开始搜寻完出来的时候，我想奇怪为什么它那个标示线不见了，就是这根红红的这个不见了，原来它躲在建物里面。所以你就去把建筑物的透明度调低一点，你就会看到那个标示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地号可能那边就有原有建物了，所以它会躲在建物里面。如果你要看这个基地，可能就不太清楚到底是指在这个建物的哪一个角。所以这个地号你可以把建物透明度调低，你就可以看到它比较精准的位置。好，再来是地标。地标的部分，当然你可以去搜寻101啊，那你也可以去搜寻其他的。那我那一次在做这个简报的时候，因为我刚好要去那个迪化街那边，所以我就搜寻了永乐市场。哎，你们知道永乐市场有重新更新，就是拆建，只听说里面有建物更新吗？知道吗？啊、哦，有啊、哦，所以可以去晃晃，嘿，你把它刚盖好嘛，去欣赏一下。所以我就搜寻了永乐，那我就去搜寻了这个永乐市场，哎，它定位就定位出来了。所以像这个标示，因为它建筑比较低，所以它标示就还蛮清楚的，告诉你它的地标位置在哪边。再来是道路定位，道路定位的话，嘿，对，你看，因为我就是要去那里，所以我就同时搜寻了这两个地方。好，所以搜寻出来，它会帮你标示出来这个道路在哪里。好，再来是有一个建造的定位的部分。建造定位的话，你可以去搜寻，比如说像我搜寻106年的0001这个执照编号，
所以它就会帮你标示出来这个执照位置。好，再来是图符的搜寻。如果你刚好知道你想要查这个图符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开。那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又想要试看看这个图符的查询，你就去刚刚那个基本图层，把网格读打开，然后随便去搜寻一个，这样也可以。好，再来的话呢是 TWG97 坐标的查询。如果你这么厉害，刚好知道这个坐标位置，你也可以去搜寻这个坐标位置。那其实那时候会做这个坐标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 CAD 档里面不是都已经帮你载好台北市的那个坐标吗？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基地范围产生出来的坐标去这边做搜寻。好，那搜寻完之后，它就会像这样。有人看出来这是哪里吗？看得出来吗？在山坡旁边的两栋房子，有吗？猜一下吧。不是，是安康。对，是安康公宅。好，所以这两栋是安康公宅。好，那再来我要讲一下，就是改变观看视角部分。因为之前我们在就其实这功能不是今年开，就是不是今年的合约内容里面要所写的啦。但是我们在展示地图这个图台的时候呢，中发局的长官他就说：“哎，我觉得你们已经设计这个图台啊，但是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友善哎。因为人家那个 Google 地图啊，搜寻完地址之后，我就可以拉那个小小的黄人直接拉到地面上，就可以知道那附近长什么样了。”为什么你们图台没有？那于是呢，我们家工程师是，也就是有求必应嘛。既然长官都这么说了，那总是要想办法满足长官的眼睛哈。所以于是呢，就开发了这个功能，它就可以去改变你的观看视角。我们刚刚不是都是由上往下去看这个区域吗？那你可以去点选附近，就是你想要站的地方。比如说，我可以去站在某一栋大楼的楼顶。或者想要站在某个道路的旁边，那现在看这个，因为我那时候说，我刚刚不是前面搜寻了安康住宅吗？所以我就在安康住宅附近，稍微点了一个地方，我这里点的就是路面上，那它就会帮我算出来我的坐标位置跟海平面高度。那这个海平面高度就是以海平面来计算的，所以虽然我点的是地面，但是它还有一些些高度会帮你计算出来。那点了 OK 之后，它就会从这个路面看过去，你就可以去转它。那是三月份的时候，我在讲这个功能，然后就有人跟我说：“哎，我点我不知道去哪了呢，因为呢，他点在巷子里面。如果你点在巷子里面的话，有危险哦，因为巷子旁边会有什么高高的建物，然后你人就是如果把它点到那里去，你可能会看到旁边都灰灰的，一瞬间你会不知道你去哪里的，所以不要担心，就滑鼠前后移动一下。”你就会稍微退后一点，就看得到你在哪里了，所以不要害怕。所以这在告诉我们，等一下不要点像，不然点像就要记得滚，要滑鼠哈。好，那这个是从道路看过去的。再来，长官们总是有一就有二嘛，就是既然你符合了我的视角要求，他就说，哎，那个建造在申请的时候都有那个日照时间啊。所以你们图台要不要来弄一下日照？啊，我说真的哈，我们家工程师真的是脑袋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日照啊，其实真的有点难度，因为这个图台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是不用任何套件去开发出来的。所以在当初其实更没有想过日照的事情，所以在套日照的时候，工程师真的是脑袋都快抓到不行了，头皮去不知道掉多少下来了。他真的想尽办法想要弄出一个符合长官需求的日照时间，他真的做不到，目前只能先暂时这样，但是还是会，他还在目前还在想要突破当中啊，所以先给各位看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的日照就只有可以调日期时间去看他的状况，所以如果发现诶奇怪什么看起来就是灰灰的没有什么东西，因为他是地形图长出来的建物，它当然不会像你眼睛观看到，就是哎，我现在看到日照有阴影下来了，多少范围内，这真的没办法。他目前还在想办法，我不知道他头发抓掉多少根，不知道，他就看他什么时候能完成。所以目前是这个状况，这是日照轨迹的部分。好，
那我要给各位使用一下，就看一下我们的 3D 地图，但是要请各位帮我做一件事情。等一下，因为我刚刚发现有人用 IE， 有人用 Corel 器。等一下帮我做一件事情，就第一件事情先确定你是用 Corel 器开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右上角这里 Corel 器上面有三个点点，它会显示自定与管理。点进去之后呢，帮我选到倒数第三行设定。设定点进去之后，最下面有一个进阶。帮我点完之后，在最下面有一个东西叫在可用时使用硬体加速这个。然后帮一开始预设是打开的，等一下帮我先把它关掉。关掉之后会长这样，但是关掉之后不要以为我们的图台就会自己跑出来哦，没有，请帮我做一件事情。它这里会出现一个重新启动，你直接帮我点这个重新启动就可以了，因为这样设定值它才会吃到，否则它根本不知道你动了什么设定。好，所以这件事情先帮我做一下，先给各位帮我做一下哦。打开 Core 浏览器，我会坐在上面给你们看，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右上角有三个点，点下去。然后找到设定，设定点下去之后呢，帮我拉到最下面，会有一个进阶，进阶再帮我拉到最下，在这里，在可用时使用硬体加速这个，它预设是打开的，帮我把它关掉。关掉完之后呢，它会告诉你重新启动，那直接点它。就会重新启动了。如果你做完设定的时有问题的话，举着手告诉我一下，我请同事过去帮你看看。有吗？有吗？有没有人就是对于设定上有问题的？都可以吗？不行的话，真的举个手，拜托告诉我一下，不然等一下你们看不到东西。好，都设定完了吗？那画面借我一下哦。点完之后呢，到基地辅助查核这里，它会有出现三个。第一个叫辅助检测，就是刚刚跟各位说的行政检测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有介绍到的常见缺失地图查询，所以可以等一下点看看这个查询看看。那我现在讲的是这个 3D 地图浏览的部分，所以点它，它会帮你开出这个地图。那我刚刚说预设的地方就在台北市政府嘛，所以它会在这里。好，那你就滑鼠去移动，滚它，按着左键，滑鼠左键去转它一下，千万不要转太快，因为转太快会头晕，所以不要转太快。好，好，那左键是转它嘛，那中间滚轮就是放大缩小，这很简单。那教各位一个小小的秘技，滑鼠的右键。点着会出现什么？可以拉着它，看你要转哪一个地方看。所以如果你今天拉左边、拉右边，拉完之后，你可以去拉左、拉右。所以右滑鼠右键是拉左、拉右。好，那稍微讲完之后，可以看一下我讲一个就好了，其他给你们自己玩。网格图部分，我先缩小一点。网格图部分，你点开它。它就会帮你带出台北市的所有的图幅，
所以所有的图幅出来的话，你可以去选择套叠，然后给各位看一下整个台北市，超多，好，这么多，这是整个台北市的图幅。好，那我来套叠一下我附近的给你们看看，比如说我套这个，点这个粉红色的球，点它之后就会出现这个对话框，那选套叠的话，它就会把这个建物这一层的建物全部套叠出来，所以你可以去多点几个套叠看看，看看这你们你看。好，那先给各位玩一下这个时间，五分钟，好不好？五分钟，因为我还有后面东西要说。因为扩展器它预设那个硬体加速部分是为了操作也方便，但是我们的图台有点吃效能，所以才要你把那个功能关掉。但记得关掉之后一定要重新启动，否则刚刚还是有人就是我怎么后面都是黑的哈，所以记得就要把它重新启动一下，它就会正常。好，再来呢，就是我们要讲的那个下面这个，如果你去，因为如果单纯这样看图台的话，其实对事务所来说，或者对申请建造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或者是你是申请都审案件的时候，因为申请都审的时候，他可能会希望你了解一下你这个范围附近的建物状况，或者跟你附近就是道路的状况，所以如果所以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功能，把它放在辅助检测里面。所以这里的话，我会先稍微讲一下，因为刚刚有人问我了，所以我赶快来讲一下这部分。这个的话，记得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必须要先去做完你的检测案件，就是要一定要确定有新增案件完之后，然后而且要上缴档案。那上缴什么档案呢？就是上缴我刚刚说的 CAD 档的部分。那上缴完之后，你还要去转出你，比如说像你用 SketchUp 画，或者用你的比较粗，不像不到 Revit 那么高级的，你就稍微粗浅一些画外观的东西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来做上缴。那这里的话，我所谓的刚刚讲的，我先提的那个 CAD 档的部分，就是这两个动作要先做完，才有办法产生你要用的，就是你要看的东西。好，那这里的话，上缴完之后，下面这边有一个 3D 地图浏览，跟外面那个功能一样。但是为什么要放两个地方呢？原因是你这里已经新增案件了，所以我知道你的地号是什么，我就这里 3D 地图浏览点进去，就会帮你载到你的基地位置，所以你会方便看基地位置附近的建物状况，或者是道路，或者是相关的管制规定等等的。所以从这里进来的原因是这样，所以两边状况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实用性有点不太相同。好，所以这边点进来的话，像这一个，我就会知道这个基地位置，它会用黄色的部分帮你亮显出来，那这个就是你的基地位置。那它点完之后，它其实这两个就不太一样，这两个跟刚刚前面功能不太一样，原因是因为它多了这两个部分，有没有看到？它多了一个基地量体高度跟都市设计审议模型，因为我知道你的基地了，我可以自动帮你，我刚刚前面说的那个高度比限制量体，因为你输入地号了，上传了档案了，我有这个图形可以自己帮你直接套在这个基地上，让你看一下哦。如果你用最大范围盖出来的建物跟附近建物的状况的观看视角部分，所以再来我刚刚有特别说的 SketchUp， 如果你画了你的都审模型的话，你也可以同时上缴上来这里的基地位置做观看。好，那给各位看一下，比如说我拿三星段这个公仔来做示范，它的基地位置在这里，这块基地位置。那它的这个黄色的这一块呢，是当初它基地产生出来的高度比限制量体。粉红，你看桃红色的这一块，是它当初画的那个 CAD 档的建筑面积。那蓝色这个，就是他当初 CAD 档上面的基地范围，所以这样子三个东西去套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以后如果要盖的房子，那这个建物的高度，你可以自己去拉它，看它你要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先看一下你现在盖多高，它会不会超过这个范围。好，那这是基地量体高度的部分。
那再来，我刚刚有讲到都市正义审议模型，所以在上传审议模型之前，有几个重要的事情要先跟各位提醒一下。第一个，你的模型必须要是正北的方向，因为这样我们套在基地上才会是正确的。好，那再来的话，坐标记得要确认清楚，然后再来坐标的话，我等一下会给各位看一下怎么确认，就是它位置是正确的。再来档案大小的话，目前啊，顶多就到20，因为它也只有外壳而已，所以不用到那么大档案。那副档名的话，我们本来是只有 IFC 可以做上缴，但是长官又再度发声了，就说，你们这样就只有 IFC， 虽然这是通用型格式，但是应该也要提供其他档案吧，所以我们又多提供了 DCIF 跟 DWG 档的两个档案类型可以做上传。再来，你必须要输入这个图，显示说明，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在 3D 图台的时候，会有一个东西叫图层名称，所以如果你没有打的话，比如说我今天上传了5个档案，结果5个档案的显示说明都没打，到时候当你套在那个 3D 图台上的时候，你就是5个空白的图层，你更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你要记得去输入显示说明。好，那目前的话，我有列出来，就是相关的，最常用的建模软体的话，这些档案都可以去产制这3个类型的档案出来。那再提醒一下，记得一定要先上传 CAD 档完之后，你才能去看基地量体高度。那如果你要做都市设计审议模型的话，记得要去先新增案件完，才能去做上传档案模型。好，那这里的话呢，我先跟各位稍微叙述一下，等一下给各位玩看看。这里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承认基地范围。如果你没有承认基地范围的话，直接要去做设计审议模型上缴，它会出现警语，告诉你说，哎，不行哦，因为你还没有让系统知道你的这个基地位置在哪边，所以记得先去做产生基地范围。好，产生完之后呢，你就可以从这里去看它。那这里先跟各位说一下，我刚好提到坐标一定要先告诉系统，所以你的专案基准点预设这个00的位置到底是原你档案里面的00对到台北市的地图的坐标是哪一个坐标，这一点你要先告诉我，我才能帮你把这个都市设计审议模型套上去，因为你画的都审模型并没有坐标啊，所以我并不会知道你画在哪里，所以你得告诉我它的00坐标在台北市政府的地图，也就是图资里面坐标是什么。再来，你要帮我转正北，不能用专案北，因为用专案北的话，我也无法分辨出来它哪边是北啊，所以这两件事情一定要记得帮我做。好，输入完坐标之后呢，我就可以来上传档案了。上传档案这边，我刚好说过，3个类型的档案都可以做上传，所以增加档案的时候，你就去选择你的类型做上传。那这里的话，我是用安康公子来的那个外壳去做示范的，所以我就开启了这个 IFC 的档案做上缴。那第一个我还没，就是档案在上传的时候，它会显示这个，这里有开始上传跟显示说明，这里我就是我说这个显示说明一定要记得打哦，没有打的话就会是空白的。好，那打了之后我点开始上传，它就会开始上传，它就会跑那个百分比的，跑完之后呢，它就会像这样，这个就是跑完的结果，它这里就可以出现删除的功能，或者你可以去选择编辑档案。那这是都审模型上传的部分。好，那上传完之后就要告诉电脑说，告诉主机说，哎，我已经传完啦，所以你要帮我做转档的动作。所以这边一开始还没转档的话，它会显示未转档，那帮我选择启动转档之后，系统就知道，哎，我要开始做转档的事情。好，那这里就会出现档案转档中，转档完毕，上面会出现这个 3D 地图浏览，所以这里点进去，我就可以看到上传的那个模型。那这个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当初事务所某一个事务所，我真的忘记它是哪一个事务所了，它是画小巨蛋附近的一整个区域，所以它就把这个都市设计范都市计划范围给丢上来，它是用 SketchUp 画的。那本来它画上来就这样一区，那旁边这个灰色的建物就是我们原本图台上的建物，所以它套起来之后就会变这样，就会变比较有色彩有缤纷一点，因为它上缴上来的档案。好，
那如果把其他图谱也开起来的话，他就会像这样，所以就会方便他们去观看附近的建物状况。那这个是当初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因为他们要都委会要审一个叫围绕嘛，所以他们就请我们先帮他们先做示范，看能不能把围绕的模型给丢进来这个图台里面，让他们知道说哪一个建壁容积是比较适合这一区的。所以那时候，局长请事务组那边帮忙画了这个八个不同的建壁容积，然后包含有消线跟没消线的部分，所以他就可以去套在这个图台上做观看。那像这一个的话，它就是有消线的这一个45:1.5的这一个，1:1.5的这个模型。那这个倒是我把旁边的建物都关掉了，所以比较完整看到这个当初上角上来的 SketchUp 画的图模型长这样。好，所以这也是做都审模型上角的部分。好，那下面我就不多说，因为这是跟线上审查有关的，我给各位时间去看一下设计成一模型的部分，但是因为各位直接去看比较快，我跟各位讲一下那个按键在哪里。好，这里你们等一下如果重新登进来的话，它已经跑到第三页了哈。这里有一个围绕的案例，那点检视它的话，然后选设计审议模型这边，然后它就有一个这当初我们上传上去的这几个档案，然后点 3D 地图浏览，就可以看到这几个八种类型的案件。好，那你这块基地因为是从基地进去的嘛，所以我就会帮你把这个基地的建物，原本这里是有建物的，它就被挖空，然后图层部分，因为这个是当初它上角上来的图档就有 CAD 档了，所以它的位置就会出现这个范围，那你可以先把这个范围先关掉。好，这边基地量体高度这边你可以先把它关掉，它就比较看不到了。那打开的时候它就变这样，那我先关掉一下，因为我给各位看一下围绕的部分，这里这八个就是它当初上角上来的图档，所以点开之后呢，它就会变这样，它就可以去看它附近的状况。那这个档案是当初事务所他们上角上来的啦，所以可以去试试的看一下。那这个是有包含消线的部分，好，那给各位玩一下，然后让你们顺便玩，然后休息到30分，30分会继续上课。